李雅轩老师说，练刚柔不如练柔劲，练柔劲不如练松软，练松软不如练轻灵，练轻灵又不如虚无，虚无的气势才是太极拳最上层的功夫。其主要的练法是以心行气，以气运身，以意贯止，日积月累，内劲自通，拳意自能上手。四肢是外烧，不可自动，化为底盘，务须中正，以思想命令腰脊，以腰脊领动四肢，上须以神气相配，上下相随，完整一气，否则非太极拳功夫。这是老师修炼的进阶次第，需一层一层修正的，拳友宜多加注意。